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宣扬上帝的恩美，认捌上帝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，主上帝讲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奥米伽。阿拉法、奥米伽，乃是希腊的字母，头前后尾两个字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有一个囡仔真专心地在画图。老师在边头看了问到，这幅图真会有意思，甲我讲你为什么呢？囡仔讲，我咧为上帝。老师真惊吓地问，但无人知影上帝生得怎样的啊？囡仔真骄傲地讲，当我画完了，因就知影了。弟兄姊妹，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圣洁、公义、甲荣耀的，伊是万面的创造者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也无所不能。伊也是咱的救主、甲供应者。你会通用你性命画出上帝，啊，予人对你的性命认捌上帝吗？咱三甲来祈祷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，你尊荣无比，却是安尼疼爱阮，将一切好处赐予阮，予阮成为何等有福的人。阮感谢你，要一生敬拜你，尊你为大。主啊，阮是照着你的形象做的，就要学习搁较亲像你，予阮的性命活出你的恩美，宣扬你的美德，也吸引搁较侪人认捌你，甲归向你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